请问师傅，就是现在有一些网络平台红法浏览量很高，但是有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评论，还有不好的图片跳出。虽然图片打开就会关闭，但是还会对意念中有很多杂念的影响，反而造成修心阻碍。请问师傅，像这种网络浏览量特别高的这种红法网站，是不是也要注意这个红法的环境呢？那当然了，环境是很重要的，环境也叫道场啊。你弘法的道场，如果大家都是正能量来护持你，你当然功德无量了。如果你这个道场整天被人家乱讲乱讲，对不对啊？害了很多人，你是不是在给菩萨抹黑呀？啊，你这个就是业障了，对不对啊？对，啊，那请问师傅，是不是像这种弘法的，就是那个网络环境，导致有不好的图片，或者是有不好的评论，也会导致我们这个去上面弘法，造成功德有漏？是的，一定是的，一定是明白了，好的，感恩师傅。那就是我们选择这个网站的时候要如理如法。对，嗯，一定好的，要，这个肯定的，怎么不选择如理如法的网站啊？你想想看，那种不好的网站，你能去看不啦？不能，好啦，你不要选择的，网上乱七八东西什么都有，对不对啊？对，好了，明白了，感恩师傅。